猛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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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后期没事。姐，前期打不爆，就他这个兄弟，他配吗？他故意拿后期的，姐，他故意让你输，看到没有？我都说了，关键是咱们有后期吗？他上一把咱们有后期吗？他上一把连我的那个男枪都不搬，就是啊，我男枪都赢他这么多了，他都不搬。你看，但是我不玩，对吧？我也演我老板，我玩把皇子。桃子姐，我也演你了，我来把皇子啊。行，来来演我演我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格局，对吧？是不是兄弟？对嘛？嗯。就演。嗯。你来个这么个傻逼英雄，你这把再操不过他人头，真的。对。你把英雄联盟卸载了吧，你别玩了。可以删了，英雄联盟可以删了。玩那个关你屁事啊！你在搞这什么？有一说一啊，凡凡。他真的，你之前跟他就是打，就是在这个群里跟别人玩的时候，你真的是一直都点的他吗？嗯，我哪知道他今天为什么这么傻逼呀？平时都是我赢的，是吗？不那是不是？哎，不是，你就看他演你了呀！哎呀，你别跟我说话了，真的！哎呦，我天哪！你别管他演不演我，你别跟我说话了，行不行？是啊啊！你瞅他那副嘴脸，真的。语言给我整点气，真的，他这副嘴脸我真的受不了了，太恶心人了。不是有一说一，凡凡，咱们两个你别有一说一了，我跟你不熟。咱们两个正常沟通确实不熟，但是我跟你分析分析的嘛，我这不是跟你分析的嘛。他之前一直都带你赢，今天输这么多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他演你？那王者发挥不好也正常呀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就有没有一种可能性，他打王者局都是老板，都有输输赢赢的。他打王者局也带我输过的，他打王者局也不可能每把都 C 哦，打的不是王者局，那为什么每一把不 C？ 原来你在演你老板是不是？啊？真的吗？预言真的吗？你真的在演我吗？你在说什么屁话呀？啊，不是姐，我怎么可能演你？他们在挑拨离间啊，姐。你自己品，你自己品，真的。那你告诉 我这个局你为什么没有打爆别人？这个局你为什么没有打爆别人？对面是代练呢。啊！真的，这种局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打爆不了别人？你到底是不是王者水平啊？我怎么看不到你的王者水平啊？能不能这把让我看到？正儿八经的凡凡，就是说我帮你分析，咱俩虽然说不熟不认识，哎我天哪！但是你瞅他一直搁那叭叭叭叭叭，我真受不了你叭叭啥呀叭叭？你这不是我跟你老板说话，你插啥嘴啊？哎，我不能插嘴吗？你是什么东西啊你？我是老板，我也是老板，我跟你老板说话对不对？凡凡他之前是这个水平吗？你就自己品。我不想听你说话。你自己寻思寻思，他之前是不是这水平？你自己寻思寻思吧。他要是之前就这水平，那我不说啥。他要之前不是这个水平，他之前一直带你赢，那你就是不是要考虑一下？你感觉呢？现在一血还没有出来啊。你瞅瞅他怎么说你的，你瞅他怎么说，他说你在演我，你知道吗？他一直在说你在演我，能不能拿点技术出来？具体是不是演，还是说你来定，对吗？还是说你自己去判断？因为你跟他玩过好久了，他是你顾陪，他不是我顾陪，我也没遇到过他，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滚啊。把你推荐，我操！我都没吃你兵，我靠！你这妈的狗叫，真的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真的。凡凡，咱们规则里也说了，你为什么一个中单打不过一个石头人啊？咱们也说了，打得过呀，姐，但是我只是不好杀他呀。接我来了。那你为什么要选一个不好杀他的英雄来打呢？啊，看好后期好杀呀，姐。看好我的位置啊！看好我的。可来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都不上，让你们自己打去。可以了吗？算了吧。我来中路帮你，你别走，你别回家，我来中路帮你。算了。姐，不用来，不用来，不用来。不用来，你打得过吗？不用来。过来上，直接上。你姐都来帮你了，哎，他还不上，看到没有？他故意演你，你都过来帮他抓了，他不上呢。是吗？姐打不死他，他还有闪现的。凡凡今天来，你管他有没有闪现啊？你个闪现给他打出来下巴，他不就没有闪现了吗？哦，他有闪现，你不一直不打他是吗？你不闪现打出来不就完事了吗？我帮你抓吧，哥们儿。来来来，能不能滚？越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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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塔。
啊，再拿去。你看，我不吃你。我跟你讲，就是你来之前，你来之前，那个凡凡跟我说，说那是他顾陪。算了。那今天打成这样，他说他顾陪一直带他都是赢的。越塔呀，这不越，这个塔你都不越啊，这个塔你都不越，我的。他是不是你一直在狗叫什么呀？我真的怀疑他在演了，凡凡你自己品一下吧，你自己看看他操作，因为他是你顾陪嘛。对，凡凡。拿了，他拿了，他拿了。保持下去啊！去叫，保持下去。哎呀，拿他一个头开始叫了。哎呀，王者嘛，拿一个头也是正常的，说实话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拿十个都是正常的。王拿王继续来 K 兵啊，狗东西。你继续 K， 好好，你自己说的，看到没有？两位老板都听到了，他自己说的，这不能怪我，他自己说让我来 K 的，是不是脑子有病，听不到好赖话啊？精神病医院怎么没收留你呢啊？不是你自己说的，你等一下我来 K 你，别叫了，你自己说的啊，好吧？你说你是不是贱？你还让他来 K 你头？你好不容易拿一个人头，你说他妈让他来 K 你头？他们是不是要越塔呀，下路？有点小心，小心，我不太确定。小心，我拿河蟹吧，我拿河蟹，好吧。你先拿，我勾引不？我拿河蟹，我拿。关键我差一点升六。可以勾引，可以勾引，你可以故意给E，他秒不掉你。他们来下路 了，你也可以来看一看呀，瞅一眼呀，抢抢人头啊。是不是有眼？他们都是姐，我吸血鬼，我不好跑，我腿短。我操！那你选一个这么废物英雄干什么？打他吧！啊，又是说前期不能打，又是说腿短，哎呀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你真他妈是在演我，你真行。那我杀了。你杀吧，你杀吧，杀吧，杀吧，杀吧。两个助攻不亏的，两个助攻很香。塔平你不吃吗？不吃，我反他野。好的。对。好的。来继续 K。哎呀，王者又开始说话了呀！王者又能说话了，啥情况？等一下，你别等我拿头啊！你千万不要等我拿头，好吧？这你妹的，K 头，你不说 K 头，我还不出收集者，我这把出个收集者玩一下。哎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贱的慌？收集者提醒他，完了他就搁那出装备。我本来不出收集者。等会又搁那磕你人头。收困者，守恒者，不是姐，让他出，他能干嘛？你这种话我已经听了一晚上了，哥，我听了一晚上了，你别给我画饼了，行吗？我求求你了。不是凡凡，你怎么能管他叫哥呢？注意身份。我真的，我气糊涂了，真的，我现在气的，我真的神志不清，我真的是胡言乱语，胡说八道，我真的。你自己想想吧，你自己想想他之前操作水平，你再想想他今天的操作。对吧？你想一下，他就一直这样说你预言，你能忍啊？你这把你拿头了，飞起来，王者我拿头了，他拿头了，王者我拿头了，追上你了，我也拿了，姐，我也拿了，不是你们俩在狗叫什么东西啊？挑拨离间什么？王者我拿头了，王者，我没有讨论挑拨离间呀、啊。我差一百收集者，我差一百收集者。他拿上有什么？哎呀，我真的，你拿上了一个。拿上了一个，那就是1-1，你告诉我有什么用？我今天晚上输了一晚上了，没输一晚上。他赢了好几把呢，赢了好几把。收集者，好。为了父王，石头人，哎呦，石头人出的幽魂斗篷可以啊，太细了，这个石头人可以的。杀不掉，要不要我来啊，王者先生？也就你这种废物能叫出这种话，知道吗？什么东西啊你？100块钱单价是吧？你咋这么贵呢？啊？你怎么这么贵？说实话，真的，我不求别的啊、你单价比他贵3倍，你的人头我不求你比他多3倍，你人头比他多3个啊，这么一碗打下去，我也能赢一点啊。就比他多3个，真的，我都已经心满意足了。
我没有要求的。摸摸摸，小心姐，我来了，我也在啊，我也在，我真的恶心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这种粗活交给我就行了，这种粗活一定要交给我，交给你，三八了。Nice， 你又拿一个了，哥们。还吃灯塔。还超你，他超过你了。不推不推不推。二杠零了。老推塔干嘛姐、啊？老推塔，等下对面又点不行了。吃塔皮啊！吃塔皮啊！那我不推了，那我不吃了。溜了溜了溜了，又超你一个呀，王者！我操！我这把都这么拿头了。不是，下巴佬，红包局最低单价80，你跟个傻逼一样，是不是接不到贵的呀？啊！我要高的干嘛呀？哪像你高了，你高了有啥用呢？懂不懂？还不是被骂吗？嗯嗯，你怎么这么能够叫呢啊？来，你别跟他说了，他两个头，你一个头。又开始互动是吧？跟他说什么呢？我现在人头比你多，你还又跟我互动？你有精力吗？我刷野，我刷的机器人。我都说过了，你人头没他多的时候，你就把嘴闭上。超过他的时候再跟我说话。来，不是姐，他之前他在这一直哔哔哔哔哔哔哔。凡凡，他哔哔，你就别搭理他，不就完事了吗？啊？对呀、啊，听到没有？别搭理我，小废物，小废物，说话。你在狗叫什么东西啊？你看到没有？他有这小子有反骨，你让他不说话，他一直在说话，看到没有？他完全不把你的话放在眼里。啊，放在这个心里，好吗？小废物说话。喂，你能不能闭上你的狗嘴？你是不是一天不说话你就会死啊？啊，上辈子没说话、哎、是哑巴是吧？来来来，这有人头，拿人头，快点！我两个了，我两个了啊，我两个头了啊！我打个峡谷先锋，我又拿头了啊！等一波，嗯，行，你怎么？快来快来，杀人！下半野区四个，我操！我操！技能放技能，摸。摸摸摸摸，你看你这个傻逼英雄有什么用？爆发也打不出来。哎呦，没塔了，塔都没了。不是姐，装备没好呢，现在。那你为什么要打这种英雄呢？啊，你给我来一个后期英雄。别过来吃我塔皮，别过来吃我。别过来吃我塔皮。你看，你看他，你看他姐，他吃我塔皮，我操！我看见了。这个人真狗啊！你都不如放到下。这他妈是谁的塔皮不知道是吗？别吃我塔皮啊，你干嘛呀？会不会玩游戏啊？你会不会玩游戏？这条路是什么路你不知道吗？啊，你干嘛呀？我先放的呀，你不走了吗？你不去游走去了吗？我拿关你屁事啊，关你屁事啊，关你屁事啊，关你屁事啊。我拿了呀，我拿两个头了，你才拿一个，赶紧追，你再不追小心姐哟。能来吗？我来来来来，能来吗？来，能来能来，必须能来。哎呀我的妈呀、nice、舒服。他又拿人头了，你看他前期这样框框拿人头，你会有后期吗？啊，你装备什么时候能好？你什么时候能拿人头？非得等到游戏结束是吗？哎呀我操了、啊、姐，不是对面有人挂机了所以他才能拿人头的？谁挂机了？谁挂机了？那你为什么对面挂机了他能拿人头你不能拿人头？你为什么非要拿个后期英雄？你不是要拿个前期英雄吗？好恶心啊！都来 K K K。嗯，等一下又对面又点投降了。他能拿，你为什么不能拿？啊？允许。O K。哎，我得买个提亚马特。我装备还没好，我伤害没那么高。这有个猴。你就知道会说这句话，装备没有好，装备没有好。那你告诉我，装备什么时候能好啊？等到30分钟的时候装备好了，25分钟这个游戏就结束了。你等到30分钟的装备才能好。这个有个高包用啊。A D C。是不是挂机了呀？这 ADC 呀，啥意思？不知道。你瞎了是吗？看不懂啊？你怎么一个头还在跟我老跟我互动？往我这靠，往我这靠。你怎么老跟我互动呢？一个头。往我这靠，往我这靠。你快点杀人！把他给杀了，把他给杀了。我又拿一个了。他不掉，他不掉钱，他是肉。我又拿一个。哎呀！俺又拿一个。怎么样？这个勾引。必须到位！真的，我来帮你，我都顶塔了，你都杀不掉，你跟我来一句他是肉，那你为什么不能选一个能杀得了肉的英雄呢？啊！
选？故意送的啊！你选一个不能上六的英雄有什么用呢？不能演我的吗？怕对面点头降，故意送一个。我操！这个对面 ADC 是不是也得送一个？我现在杀不了，但是我就是不知道对面 ADC 能不能连上来呀、啊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什么时候是等会儿？来告诉我个时间，现在是15分59秒，现在是16分，你告诉我你的等会儿是什么时候？不急，这他妈石头人肉的跟狗一样，我操！石头人马上就能杀了，马上，现在！我的妈！嗯，ADC， 哎呀，想抢剑魔的头没抢到是吧？啊，能不能闭嘴？你管那么宽呢？你是故意不拿还是抢不到呀？是哪一个？是前者还是后者？啊？你管那么宽，关你屁事啊！不是，你要犯病了，你要吃药了呀？咋了？你怎么说话怎么是这个样子？你是不是要犯病了？嗯。真的精神病医院没有收你啊，真的是你三生有幸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。为什么要收我呀？我人头比你领先呢。你不就是神经病吗你？我人头比你领先，为什么我是神经病啊？嗯，四个头，我操。摸摸摸摸。我刚刚说的是什么？我刚刚说的是让你超过他三个头，不是让他超过你三个头，你懂吗？啊？对面不出来，我现在就跟他们打，我有大招。对面不出来，我操！你去给我杀人去，插他三个头。摸，摸，嗯，我来了，姐。他打不过，他打不动，他打不动，他打不动。这两个人贼肉， okay, okay, okay. 这两个人老肉了。但是现在肉了，姐，我有点打不动。不是你干嘛？可以，可以。我都说了，你这个英雄是个废物吧？肉肉打不动啊！杀人还要等后期爆发技能，没有爆发技能，漂亮，还溜。